从去年刚怀孕的时候开始研究植物转阴染的，因为植物转阴染的话，它是通过热力把植物的形态和造型完完全全的拓印在面料上，它可以就是很好的保留植物的脉络。我的染房首先它是一栋民国的四合院，而且和大自然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可以看到四季的变更，首先下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雨水从那屋檐上慢慢的滴下来。到正午的时候就会有阳光打在桌子上，我们一家人就会在那里吃饭呀，吃火锅。有的时候本身我是服装设计出身，而且我特别喜欢面料，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旅行，我一定会寻找就是有关面料的一些手工艺。植物染它是非常古老的染色方式，在四五十年前因为工业染的兴起而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我不会做客人可能会喜欢的东西，我会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。我想表达就是自然和人互为依存的这种关系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自然是拥有无穷的魔力吧。我觉得徒步去户外去野营啊，去大自然中呼吸啊，走路啊，这些都可以带给我灵感。有时候采摘带回来的那些植物也会带给我灵感。我今天打算染一条秋冬氛围感的羊毛围巾。首先我们要挑选比较容易上色的树叶片。我挑选的就是尤加利、桉树叶，还有洋葱皮。把它们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排列在面料上面。因为我想要营造那种走在树林里面，阳光落下来斑斑驳驳的那种秋日氛围感。然后为了防止它的色素渗透，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保鲜膜。排列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把它紧紧的用擀面杖把它卷起来，卷得越紧越好。最后再用丝线把它捆紧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蒸锅里面蒸煮大概40分钟左右。我的家人目前是非常支持我的工作。我的丈夫是亚裔法国人，他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酷的一种方式，而且比较自由。而且他第一次来到我的染房的时候觉得很惊艳，觉得啊，这好有中国特色啊。我爸他是一个诗人，所以从小我们家会有很多的书籍，像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所以耳濡目染，从小这些传统文化就会对我有更多的吸引力。你好，我叫米娅。我的父母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他们都在我的染房帮忙。
买的吗？家里种的。那真的。蒸好以后，把面料从锅里拿出来，然后打开。然后我们把叶片一张一张的剥离开面料本身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叶片的痕迹已经落在这个面料上面了。当黄昏的光线透过厨房的玻璃窗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煮好的染料泛着微微的光芒，就好像浩瀚星辰中滚动的一颗星球。每当我做完这样的作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像在拆盲盒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打开的会是什么样子，只有你打开那一刻你才能够看到。植物染最大的魅力我觉得是它里面有一种哲理，因为植物染的颜色它会随时间慢慢褪去，而且不同心境下染出来的形态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做植物染不仅仅是对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，更多的是一种对环保的生活方式一种践行。它是从大自然中来，再回到大自然中去。植物染教会我要慢下来，因为它是急不来的，你越急越容易出错，而且要接受改变，接受它给你呈现的任何一个效果，要顺势而为。